天都听过了吧，好听吗？特别喜欢这首歌。不是笑场，就是忘词儿，真是感觉在这唱的老投入，自我陶醉都。唱歌真的是把自己先陶醉成陶醉别人。嗯，这首歌作词作曲都是是潘信展老师和秦荣老师，感觉动情了是吧？好的，行，大家一起休息吧。好梦喽，还有一首歌叫。我从梦里走出来，是你从梦里走出来。哎，对，我给大家，现在人不多，我给大家放几句吧哈。这个你从梦里走出来，现在还没发呢，还在修改中哈，还在修改中。找一下，稍等哈。这歌还在修改，先给你们听一听吧哈。这样听清楚吗？不行吧。要不然下回给你们听吧，我把它拷到电脑上听。这是这样听不行，感觉现在拷一下。不行，还是睡觉吧。不知不觉爱上了天哪，不就现在听？你们怎么那么不乖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不听话，调皮，睡不着了还？哎呀妈！好吧，那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啊，我得考到那个电脑上，我怕你们这个着急呢。再说这个我当时没考电脑是因为还要修改，考上去别到时候弄混了。等会儿啊，那是一个飘雪的冬季，愿让我们不期而遇，你用温柔融化我的让我死心塌地去爱你。你是我今生爱的船。
就是得听啊，吓死我了。不知不觉爱上你，那你们别录屏哈，因为还不是最终版哈。月亮走了我不走，月亮走了我不走，大家去听听呗，新歌前天刚发现，我跟那个王峰哥的合唱。很快就好了啊，不是还想不起来录屏，你们这个会真的不要录，因为这还不是最终版，录出去不好，影响这首歌。我就放几句给你们听，录了也没用，因为我自己也想听一听。这昨天前天刚发给我的，然后我发现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，然后就还在修改中。好了，已经下载下来了。在哪里打开呢？好，可以了。前面这个伴奏，没声音，现在说话有声音吗？这怎么还说好美呀、啊？卡的好听，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啊？妈呀！看来今天有声音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真的是，那继续吧。太真。太长，还没有合成啊。城市一眼千年也无妨。有没有？今夜你是否一如既往？这是出现在我梦的天堂。弹个吉他，我装一下。这一个美梦，不听了，就听这一点吧。因为这个还没有合成，没有弄，所以这个音质啊什么，反正有一些问题，到时候修一修。好听吗？又有恋爱的冲动了啊！这也是新歌，还没有发。真好听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
期待啊，期待期待，赶快赶快做好发型。大家休息吧，今天9:40了。想你太好听，感谢大家啊。对，先别录屏，别录，从梦里最美的相逢，从梦里走不出来，最美相逢相遇啊，这又来个最美相遇，从梦里走出来。你们心里的那个人会从梦里走出来的哈，听这个歌就走出来了。做白日梦了，做梦。好了，晚安。想你的夜，爱你们哟，再见，晚安。思念的感觉如此的美妙。这歌叫《你从梦里走出来》。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，爱你们哟。大家关注，然后关注我，然后加粉丝团啊！我下次直播的话，就也可以找到我。也谢谢，江苏一鸣有限公司海之牙，天若有情，最美的相逢，最美的相逢还在线啊！这个应该连线让你唱歌哈、啊。忘之，然后，有个南英北飞，平凡。大家看一下，好的，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陪伴和支持，爱你们哟，再见喽，晚安，好梦，梦见你心爱的人从梦里走出来，梦见你心爱的人啊，从梦里走出来了。走出来然后陪着你哈。晚安了，不聊了。想你的夜我睡不着，我关了啊，舍不得，我舍不得你们呢，每次都在这拖延。再见半天，好了，再见了，下次见，下次再给你们唱歌哈。晚安。